今年全球知名的经典设计奖评选首度将范围扩大到全球华人市场。我市三一重机的两款产品就从2000件参评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2014经典设计奖。而获奖的背后是三一重机研发创新理念的提升。经典设计奖是台湾历史最悠久、最权威、最富知名度的专业设计竞赛。今年大赛首度将报名资格扩大到全球的华人市场，新增大陆、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五地，被媒体称为全球华人市场最顶尖设计奖项。在这样高手云集的比赛中，三一集团 SY215C10 挖掘机脱颖而出，摘得大奖。这款 21.5 吨最新一代挖掘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了独创变地马达和超越离合器，在实际的操作中可靠性更强，同时还装载远程监控系统，可通过计算机大数据来准确分析判断设备的故障，安全性强。在刚刚过去的2014上海宝马展上，三一的这款挖掘机就吸引了众多客户。It's very good working. Operation well, but the jackhammer is very important.赢得客户的青睐，除了产品本身卓越的性能外，一个好的卖相同样至关重要。以往三一的产品都是通过设计师绘制图纸然后定稿，接着就投入量产，而这款挖掘机的研发设计项目申请到了昆山设计推进计划财政专项资金的支持。昆山创意设计中心在协调管理时推荐了浩瀚工业产品设计上海有限公司与三一共同完成设计研发，通过制作油泥模型和1:1仿真模型，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市场对这款产品的需求量，能够更精准地进行产品的量产。我们是从整个创意，然后包括效果图的设计、油泥的设计，总共加起来的话大概有8到10个月的时间。三一它就是给我们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设计输入，让我们能够在整个在做造型设计这个创意上呢，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发挥。如果是三一自己的研发力量呢，我们在工业设计阶段更多的是以2维造型和3维的模拟造型为主。这一次通过合作呢，我们增加了油泥模型和主模型两个阶段，这样的话在整个机型的外观造型的确定上更直观，这刚好是我们企业在造型阶段的一个短板，通过这次合作呢，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作用。良好的市场反响之下 ，SY215C10 挖掘机已经作为三一集团的主力机型投入批量的生产，全球的代理商对产品的销售也信心十足。The thing that impressed me the most is that the design always looks very smart, very new and very modern, and also the components are always top quality, you know, world class components and a beautiful design. I'm definitely with Sany for the long term. That is, I see a great future for Sany, obviously in partnership, and I cannot see any reason why it would not be the number one brand in my local market. 作为一家专业研发制造型企业，产品工业设计并不是三一的强项。而这次之所以能把设计融入到产品研发过程中，来自昆山设计推进计划的助推不可或缺。三一重机已有两个项目成功申请专项资金，通过昆山创意设计中心的协调与专业设计公司的服务，产品和企业的品牌形象都得到进一步提升。我们一方面是把每一个项目的需求了解清楚、梳理清楚，然后呢，去寻找3到5家的设计公司的一个对接，帮助这些企业，让这些企业更好的发展。